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猪青青邱建新，我是小熊青青的廖严嘉乐。哇，我们现在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亚米乐饮食男女的番外篇。没错，这个的主要的目的呢，是想要跟大家介绍我们在戏里呢也非常喜爱的饮料和食品啦。没错，所以现在为你们大家脑补一下我们在戏里出现的各大商品哦。相信大家都眼花缭乱吧？那首先我们今天就来先说一说我们的黑里。哇，大家有没有吃过黑里家的饼干？是非常的厉害哦。那今天我们要推荐它的 Audi Bite， 非常的健康，然后而且它又有非常多不同的口味。而且我这个手上呢，就是他们旗下另外一个商品 Gomido。Gomido 系列。它这个 Puppy Bite 呢也是非常好吃，就像千层酥的感觉。对，而且非常的酥脆。然后我自己个人非常喜爱吃它柠檬口味的，所以真的是非常棒。真的很喜欢，而且各大口味，像我就喜欢巧克力的啊，然后这些都是水果的啊，哇，对，这每个还有当下我们真的很认真在吃。但我们小猪青青好像就一直都是蛮喜欢巧克力口味的，不管我拿什么东西，我只要一打开，我就都是选巧克力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，就是他其实在黑里里面，他也是有喜欢其他的口味，所以能够对到他除了巧克力以外的口味呢，嗯，真的是很棒。对，只要可以改变一下其他口味，我只要吃到真的好吃的话，那证明它真是很好吃。没错，哎，大家有看到我们眼前这些 party 吗？我们真的是 everyday party 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已经派对连喝了大概三天到四天了，一天都大概是两杯左右的。没错，因为我们的很多重头戏就是降落在 party 这个环节。没错，那先跟大家小小透露一下，我们第五集也会非常的。就是撕心裂肺。撕心裂肺，我其实自己都很期待啦。嗯，而且我就在，因为我就在寻找茶，所以我就在这里不告诉大家太多，就是总之我们在寻找一个茶，就是 party。对，我们自己私底下喝的时候，你已经讲很多了。你这个，拜托那个导演跟他 mute 掉一下，对不对？你把它讲出来。啊，就大家还要期待一下，不要讲太多。对，你不要越描越黑。好，我们回归到这个茶的系列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这边每一杯都是不同的系列。那在这个呢，这个就是白雾系列，白雾奶茶，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手工冷萃茶和热泡茶系列。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七彩茶。那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云彩茶。为什么叫云彩茶？大家有没有看到上面白白的？那是他们的奶盖哦，所以呢，就很像一片云朵的感觉。超好喝的，这个奶盖，因为我们本身也是很喜欢奶盖，我们喝到 party 的时候就觉得，那奶盖真的甜咸适中哎，真的不会腻。你喝完整杯，真的觉得哇，还是很想再喝。对，那这边还有它的霞彩茶嘛？其实你们可以看到啊，它这些茶类都是不同的茶，在搭配不同的就是一个调配。像这个它就可能是搭配奶盖，但像这些呢，它就搭配水果，四季水果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所以每个口味都不太一样，像这个就绿茶芒果，等等，所以我们个人是真的很推荐大家，就是可以饮用他们的茶试看看，因为他们的茶呢都是来自台湾的。然后呢，都是纯手工，真的是对采取下来的，所以非常的新鲜，而且重点就是，无色素、不含防腐剂等等， blah blah， 什么不好的，总之就是健康两个字，贯彻在 party 的头上。对，健康，健康之外还有两个字，好喝。没错，对，而且就喝了这些之外，你打包啊，还是带走，哇，这个 party 的纸袋。袋子，对也是很可爱，很有质感，那拿来街上就很时尚。对，那人手一杯饮料，人手一杯 party， 让你每天都感觉真的是在 party。没错，好了，我们现在介绍就到此在这里结束了。对，那期待我们下一篇番外篇啦，拜拜。